好，我是 Wendy。今天 Fashion Eason 带大家来到 Brisbane 非常受欢迎的 Elizabeth Arcade 伊丽莎白商街。这里啊是 City 最多 boutique 的地方，这些店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他们除了会 stock 当季最流行的款式之外呢，每家都存有自己的风格哦。而且来到这里啊，就像在亚洲逛街一样，所以呢，来到这里就可以找到一些比较适合亚洲人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。我们来到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Momochrome。刚刚好像已经有人在里头，我们现在就去看看。Hello, 原来是店长 Emily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Emily 啊，你经营这家店已经很久了吗？也不算很久啦，大概一年半，快两年了。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开 boutique 呢？因为我自己一直都很喜欢买衣服，那然后我对 fashion 也蛮有兴趣的，对，那刚好有个机会，就是知道这里有间店可以来做，所以我就开了。谢谢你今天的时间。不会，今天 Fashion East 来到这里，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要展现给大家服装搭配的 power。所以啊，我们请来一位又清秀又可爱的香港小妹妹 Ivy 来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Ivy。哇 ，Ivy 穿这样真的很乖巧可爱，你用最简单的黑色跟白色来做搭配，而且还穿着平底鞋，是不是很舒服？那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尝试，例如穿的比较特别啊，或者是比较亮眼的样子出门？就是想自己可以有大的转变。那你来这边对了，因为我们今天呢，不但有 Momochrome 所有的衣服还有配件，而且我还带来了秘密武器，想不想知道什么？想。OK， 那我们走。所以你今天想要尝试一下什么样的风格呢？就是我去 party 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穿，然后妆怎么化。那我们来尝试看看性感夜店风，你觉得如何？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选衣服吧。好，走。A.K.A. Mommy Rock。 我们来看 Ivy 换好了没。 Ivy 你好了吗？好了。我先看一下，小张小韩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 Ivy 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有请新一代 Party Queen。 Ivy 你觉得怎么样？音好大哎。Amy，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做了什么？好，首先呢，她的妆的部分呢，因为她之前眼睛就刚刚跟大家讲说她比较看起来慵懒一点，所以现在帮她加了一些睫毛的部分，让她加强眼睛呢。选这件衣服的话，它的话是有点比较像低调奢华的风格，然后前面这些装饰呢又不会让她显得太单调，然后在夜店会比较抢眼一点，所以真的是低调的奢华。就没有去拉，看 Ivy 这么的开心，这么的有信心，我想我们的打造任务绝对是成功。这个倒是不成功啦，但是没有这个成功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也想让 Fashion East End 帮你做改造的话呢，可以欢迎与我们联系。还有就是要多多支持 Momochrome 这样的 local 精品店。更重要的是要继续锁定 Fashion East In， 我们将会为你带来更多的节目与单元。现在呢，我们几个美女要去 party 一下啦，拜拜。非常受欢迎的，对啊对啊对啊，什么 Elizabeth Arcade， 对不起，你看，等一下，最简单。